啦，各位朋友，现在呢，我人在大直哦，那要往这个富北复兴北路跟这个民权东方向走哦，这样。现在是10:29哦，今天比较早出门哦，这样，因为今天天气很好，哇，大家看到没有？哦，这个蓝天白云，好天气哦。那既然是好天气，当然要赶快就是。早点出来先准备哦，这样那么昨天我有出来跑啦，昨天中午午餐餐前其实下雨哦，下雨了一下下哦，那但是那个时候我有出来跑，因为我周间烫那个周间烫两就剩两趟嘛，我就出来跑了两趟就回家了，所以我也没有我也没有录啦，反正也才两趟哦，这样哦，好啦，那么我现在要准备过这个大直桥啦。好，各位朋友，目前人在河江街的某一家巷子里面啊，还蛮顺的。目前身上有一单哦，那刚刚就是才骑到龙江路，马上就接到一单，然后就送到长春路去。我看一下时间，那个时候是10:，有点忘记详细几分，反正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觉得还 OK， 时间还 OK。所以我就赶快再骑回这个锦州街这边，然后呢，想说要去 Seven 呢买个水，马上接到给力盒子的单，那也是进单啦，进进的啦，所以，也是就赶快把它接起来。哦，我的电动自行车，还蛮帅的，不过之后这种电动自行车都要挂牌了，挂牌的优势就没有了啦，这样，所以我是建议各位朋友就是。假设你们有要找类似这种的哈，比如说电扶车、脚踏车哈，要送的啊，应该讲说要找这种不用挂牌的哈，最好要找有脚踏的，要有脚踏哈，这样各位朋友，要有脚踏板的哈，因为有脚踏板，哎呦，这个超酷的，因为有脚踏板哈，这样他们就不用挂牌哦。所以，譬如说脚踏车啊、电扶车啊这种都有脚踏板，或者是那个好像是 Honda 跟无印良品和联名生产那一台哦，那台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啊。我有看过路上有人骑着送，那个也是有脚踏板，那个就不用挂牌哦，这样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好了，各位朋友，我现在在复兴北路上面，刚刚把手上给力盒子送掉之后呢。马上接到一单哦，这个民生东市麦当劳的哦，这一单应该是大单哦，我还没有看内容，我只是看价钱，价钱已经100多块钱了，可能是大单。不过那些麦当劳在午餐餐期的时候哦，他们出餐很慢，人太多了，没关系啦哦，因为哦我这个周末烫奖哦，烫次数量其实不高。所以今天中午出来跑就是跑个身体健康啦，跑个快乐这样子哦。当然就是假设能够在今天就今天中午跟晚上就能够把我的这周末烫次的烫奖把它拿到，当然是最好啦，第一标第一标哦，这样。不过这个要再考虑考虑。因为第一标一下就拿到就不好玩了。好啊，各位朋友，刚刚那单那个麦当劳吧，果然是大单啊，总共有12份餐点，还有他没有拆单啊，拆成两位啊，哇，不然那12份我一个人运哦，不得了啊啊！不过那一单应该也是被丢的乱七八糟啊，才会一人100块啊，107哦，107，我有点忘记了。就100块多一点点啦，不用太计较啦，就100啦。哦，所以两个人送都有赚到，不错，而且超级近，过一个红绿灯就到了。哦，大概很多人看到那个大单就直接丢了吧，然后也不管是不是进单啦、还是怎么样。哦，好啦，那其实我刚送完那单大单之后，马上又接到一单麦当劳，而且已经送掉。也是附近而已啦，旁边而已，也是过了一个从这个红绿灯到下个红绿灯的距离很近。
现在接到 Subway 的哦，那我现在要去 Subway， 台塑民生店去取餐哦，这样。好啦，我专心过马路。啊，各位朋友，现在我在民生东路五段哦，要往客户的方向走哦，这样身上有一单 Subway 的。那么今天礼拜五呢，我刚才有讲，就是我是顺顺的送啊，我讲轻松送，因为我这个周末的趟脚趟是35趟，第一标是35趟，哦、嗯，这样子，所以呢，我就是不急这样。不过要是今天能够跑完35趟，也是不错啦，我这样，然后6日1就休息。哦，不过我是想想，我可能我会跑第二标吧，哦、嗯，可能会想要跑第二标，不过再来想想看。各位朋友，我刚把手上麦当劳单送掉啊，现在要去取 Subway 南京3名餐厅啊。哦，这几天中午我都一直在跑那个 Subway 跟麦当劳啊，跑了不亦乐乎啊，真是我的好朋友啊。好啦，专心骑车，专心骑车，看到吗？那台那个外送司机，他直接，好了，各位朋友，我刚把手上最后一单送掉，我现在在通化街的某一条巷子里面哈，这样子，我现在现在是12:54了啦，这样差6分钟一点，那目前人目前送10趟，10趟，今天10趟而已，因为今天呢就是都拿到远单的，应该讲说相较前两天都比较远，前两天呢就是在那附近一直转嘛，大概都1公里左右这样子，那今天又跑2公里，然后2公里，然后再加个叠单什么1公里啊，那么再叠上去，整个距离就变得超远的了这样。那么，哎呦，战狼，那目前在这里哦，通化街其实是夜市啦，所以中午这边的单我就搞不懂，因为我没有午餐来这边跑过，所以我决定去离这里比较近的101，我要到那边去看看啦，看看那个101午餐时间的这个单量怎么样，其实也快要休，其实应该讲都午餐餐期快结束了，现在过去。那个有点不妙啊，好了，不然我到前面信义路那个麦当劳那边等一下好了，我去我的那个到处都有的好朋友啊，麦当劳啊，去那边等一下看看，好了，各位朋友，我现在在延吉街上面哦，那我刚刚在麦当劳等单没有等到，然后我想应该是断单了。哦，然后我就下线了，所以今天就只跑了10趟啊，10趟这样的啊，没想到今天这么早就断单，不过我觉得也正常，因为，我讲老实话，这个信义路这一边哈，就是通化街这里啦，一直以来哦，我的单都会比较少一点哈，就算晚上跑也是差不多这样，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我在这边的 database 呢还没有建立出来，所以这个 AI 呢。不知道要丢什么单给我哦，大概是这样。那么就算了。那我现在呢，就是要慢慢的骑回40去啦。那既然跑了10单，然后我看看晚上天气怎么样。晚上天气要是没有下雨哦，那我晚上应该会再出来跑。这样，那看看能不能就是把这个第一标呢，至少多跑一点哦。我是觉得不一定真的能够跑完啦，因为。那个地标35趟嘛，那晚上要冲25趟，我觉得这是有点硬，好这样，能够多增加个10趟12趟、哦，我觉得可以，好这样，那剩下就还有这么多天嘛，对不对？哦，还有6日13天，还可以慢慢的去把它凑起来，哦，不过我是有心理准备，哦，就这一次我想就是把那个我的周末这个趟奖啊，这个趟次数量啊，把它慢慢冲高哦，这样子，因为现在第一标35趟在，这个我会觉得有点快就可以达成，这样好像不太好哦，这样子，
虽然说我这个六日还可以放假去干什么，但是看看啦齁，看看。好啦，哎回家啦齁，前面有一位。哎呀，这个是福邦达的。啊，赶快过马路。哎呦，黄灯啊，可以可以。哎呀，红灯啊。好啦，回士林啊。好的，各位朋友，现在是4:57啊，我在哈密街的一个巷子里面。我今天是从这个那个什么桥啊，我忘记那个名，不是民权大桥，不是承德桥，走承德桥过来的。现在啊，我本来想说趁着没有下雨啊，就是趁雨好像停了，赶快出来哦，这样。就没有想到现在骑到这边来，那个雨又滴下来了，虽然不是很大啦好像，但是多少还是会有点惊慌，有点担心啊，会越来越大。我是希望就是这样子，然后再慢慢变小，好这样。那么我已经上线了好像，啊，那中午是跑了10趟啊，那晚上我就顺其自然好像。反正我这个周末趟奖是35趟，已经完成10趟，剩25趟嘛，好像啊，就看看什么时候完成而已。哦，我本来是想说完成了这个35趟趟奖就算了，就不要跑了，好像。但是我还想想，天哪，我周末有4天呢，啊，这样子就觉得有点浪费，所以我决定干脆把第二标也跑了，这样子啊，那应该就是礼拜天、礼拜一的事情啦。好，那今天晚上就顺其自然嘛，我刚刚有讲，因为礼拜五业绩都不太好，这样啊，之前啊这样，所以我是想就是晚上能够跑个10趟，可以了，啊，这样顺其自然嘛，吼，这样，现在是有小趟奖，完成11趟了，吼，可以获得33块钱，哎呦，单已经到了，全连了。哦，大同大龙啊，啊，这也是老地方了。好了，我各位朋友，我要去取单了。大同大龙啊，大同大龙的全联啊，这个是老，这也算老地方哦，因为我到这附近了，这个全联的单哦，就这件全联单，几乎80%都会接到。哦，我呢。就是接他们的这个接单率还算蛮高的，而且呢，这间全联呢也几乎不会有什么雷单，哦，不会有那什么有点夸张多的，好像几乎不会啊，不能讲没有，但是跟那个大安那边那间全联比起来，哇，那间啊延吉街啊，不能讲大安啊，延吉市民大道呢交叉口那间，哦，那间那个真的是雷单很多啊，那受不了。好啦，废话不多说，他们在干嘛？我丈量什么东西啊？好专业的感觉啊！前面有一台电动自行车啊，阿北骑好快。好了，我的废话太多了。哇，各位朋友，这台超酷的，呵，这是3轮的，然后有包起来。哇，酷毙了这一台！好了，各位朋友，我现在在巴德路跟这个新生北路交叉口，刚刚就送一单到旁边的这个巷子里面去哈。那在那边呢，就系统丢了3单给我，然后3单都拒掉了。一来是因为我在那边等客户，那客户就失联这样。第二是那3单一直要把我拉到那个通化街那边去，完全不想去。哦，哎，来了，这一单是忠孝东五的麦当劳送到松山，哎，这单我接。我完全现在我是对于往通化街走的完完全全有这个抗拒的心态，我不要。哦，好了，那刚接了一单哦，其实第10单哦，现在7:15，那这是我晚上最后一单哦，这样子。啊，我打算送完这单，我就下线回家啦。好啦，我先去取餐了。好的，各位朋友，我现在人在这个巴德路跟敦化北路的交叉口，这样。那
我刚刚送完第十单，哦，本来我在下线了，但是看到系统又丢了两单给我，哇，很棒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单最后会跑回中山区啊，哦，我就送完我就回家啦，哦，那汉堡王啦，哦，汉堡王跟双月哈，哦，都在隔壁，还蛮近的。然后今天这个雨啊，忽停忽下，很烦。然后我意外发现，我这后轮应该又要去换了，呵呵，好像才换没多久。啊，今天一直打滑，还好没有跌倒哦，这样，但也实在是昏倒。哎呀，过马路，过马路。好，各位朋友，我在安东街哈，哦，那我刚把手上的这个汉堡王啊，这个单子送掉了，那手上还有两张双月的哈。哦，那么没错，我又被这个系统表了一趟哈。刚刚看系统哦，是两单哦，就是一单是双月啊，一单是这个汉堡王哦。啊，因为那个八德二上的那个汉堡王跟双月在隔壁嘛，所以我还很爽这样子。没想到取了双月，打开双月，应该讲说取了汉堡王之后，要去双月取餐，才发现双月有两单。各位朋友，系统又搞夹单了。然后呢，偷偷夹在后头，不让大家知道啊，哦，是不让我看到啊，因为我只看到两单啦，啊，结果啊，汉堡王加双月是三单，好啦，也没关系啦。那现在就多了一单哦，那要去忠孝东路三段，这单送完之后就要往建国北路方向走，这次就真的要下线了，啊。好，各位朋友，现在是8:15哦，我的那锦州街五平咖啡旁边啊，那店休息了。不过我没有要干什么啊，我只是啊送手中最后一单到刚旁边的巷子里面去哦，这样。那今天中午加晚上总共跑了23趟哦，中午跑10趟，晚上跑13趟哦，总共23趟。那基本上来说这个是 OK 啦哦。那我是已经下线了哈。哦，完完全全没有要再接单了，呵呵，我要回家了啊。其实是给自己预设的一个这个业绩已经达到了啦，那么就不用在那边继续拼哈，这样。还有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哈，六日一这样子啊，还有3天时间啊，跑这个烫奖哦。那我的这烫奖，哎，他为什么跑出这个东西呢？这样子，他是要停在这边吗？哦，没有，吓死我了哈！看看这边有没有有没有人要丢垃圾？好像没有。这边，好，哦，我35趟第一标了哈，然后第二标是10趟，第三标也是10趟，我应该会跑，就是把那个23标也跑一跑吧。我这样，因为我希望他这个趟次数量还是要高一点，这样子用35趟。一下就达到了，也是这个感觉哦。先让它过去。哦，那汤汁数量一下就达标了，这个也实在是 OK 啦，也是不错啦。因为我本来是打算就是六日要有一天要休嘛，这样。哦，但是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这样。好 ，OK， 那废话不多说了，我要准备回家了啊，明天继续。哦，没有，明天应该是要休息。明天休假一下，好了，后天。